好了，那最后一下，即兴，我们最喜欢即兴，即兴乱弹是不是？对，跟演讲一样，可不可以乱讲？好像最好还是有讲的好，有讲的不好，有的人掷地有声，啊，讲几句话听起来你觉得好棒，有人讲半天啰嗦唠叨废话。我想我们现在很多角色可能是废话连篇，不想讲啥东西，自己也不想，你问他他也不想，他在背唱词，背这个唱片，背这个什么是吧，他一来蓝调那下次他有的但还是这一套，就背了一套东西上去，那叫即兴，那也是即兴，那是一种即兴，打遍天下，一招闯天下，太多了这种故事。那我们今天介绍每样即兴舞台，第一个我用连接五种都放进去了，两个小节我都放，当然你不一定要放五个，你放一个也可以，你只要慢慢放进去，我现在五个都放进去了。第二是现在要即兴了 C 哦，怪不得我看不见，我戴着太阳镜，没办法，老人就是老糊涂。我现在就一样，每样都糊涂，什么都糊涂，那我尽量让音乐不要糊涂，把音乐糊涂全都没有了。哎，这样好一点，戴个眼镜看不见。来了，第一个，五个连接我都放进了，初级音、上读音、金波音、双关音、渐进音都在里面。五大类型的，没一个跑调，你再找这个连接，我请你去考呀。五个我都放进来了，没有了，我全部把连接音往外了。第二个我要什么？ blue stroke， blue， 这刚刚是连接音 ，never tone， 这个是 blue stroke， 蓝调音。蓝调音三个，我往哪一个？降七、降五、降三、降七、降三、降五都在里面。三种不放进来，我用蓝调音来即兴，临界音两个，这个我的 tension 用 tension 来即兴，又来了，这个 red 酒，红酒刚刚讲过，泡酒，这个八是酒，什么酒？长酒，这个 miss 呢十三，跳十三，这个 t 是 major 7，强 major 7，这个 red 是什么？酒啥酒？强酒，每个都有道理，长强跳，长强跳，你是啥？不是情侣不要进来，不是你要强强调，我这里用了一二三四五个都是隐身音，而且都有资格做隐身音，玩隐身音。升八，所以就是 G 大调。G 大调的主音唱多，那是 C big solidian，C 啊不对 ，C lidian，C lidian 音阶，就 G 大调 ，G 大调 ，G 大调就唱发发，哆西哆哆咪来哆西哆发，应该是这样唱，就唱 G 调的好，没有升降就好，唱 G 调就好，所以叫 C 唱发，就是 C big solidian， 哎 ，C lidian 就是两个都。
迎接啊，这个弯都叫迎接。C 五十音阶 ，T 五十音阶 ，D 五十音阶，完了三个五十音阶。你说啊，高嘞，高嘞，你说啊，高嘞，你说啊 ，C 的五十音阶。这里呢，面积大多，大多面积多，大多面积 G 的五十音阶，大多面积多。这个呢，小大多嘞，小大多面积，小大多面积小，这 D 的五十音阶，三个 ，C 五十音阶 ，G 五十音阶 ，D 五十音阶，三个。有人说不对吗？没有一个音错，你敢指哪一个音错了？你最多只能说不好听，那我们不好听，完全没办法啊。没有一个音错了啊。那你一个歌很长的话，你可以玩几个音阶。好，五调，就玩一个基底音阶，基，这个音阶根本五调，你就玩这个。我们分析玩这个音阶玩哪些音？这八个音都是那个基，就是基的。八个音阶，我刚刚弹那些。现在按这个弹，五调，那个调，有调的，无调的，三个调的，底子音的，蓝调音的，底子音的。你的话让你知道很多，即兴可能你一辈子都在即兴，但你有多少资料、多少方法，我给你介绍。好了，没问题，你试一下，没有的补一下。好了，示范可以了吧？示范今天讲的内涵，不是示范演奏技术，演奏技术待会儿肯定是不够，示范内涵绝对有资格，向所有的学音乐的人示范。所有玩音乐的人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很熟，尤其是学传统的、学民乐的，对这些方面非常生疏，搞不清楚啥是啥。请举手。没有，没有，请先回家了。没有啊，示范过去，没有，不示范了，完了，没有。而示范内涵，我就继续了。下面第二项我们干嘛？欣赏编曲，这是请你听编曲，听翟老师怎么玩音乐，不是听演奏，乐队的演奏啊，我们不讲这个，我们讲编曲的哪些花样。好了，你看看编曲，你要玩哪些？欣赏编曲，而不是欣赏演奏啊！欣赏也就是分析，我们分析编曲的非演奏。来，欣赏编曲，想分析啊，分析不是听好听不好听，那不要紧，还找个老太婆来就可以了。你学音乐的，你要是人家用什么花样编曲，编曲哪些东西要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你有没有用到你做编曲人？你做演奏人有没有？你写歌写曲，你没想到这些东西。音乐的九大要素，这三大要素，音乐里面三大要素，从古典音乐开始讲的，旋律、节奏、和声，那是比哈根的对啊。旋律、和声、节奏三个最重要，你必须要考虑。然后四五六，六个音乐要素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结构 ，texture， 音色 ，timbre， 调性 ，tonality。结构如何，音色如何，调性如何，第七个八九曲风 style， 力度 dynamic， 强度速度快慢，你的音乐，你的乐曲，你的演奏，你的作品里面有没有包含这么多九大要素、六大要素、三大要素，你最后只有一个要素，那你的音乐就可听性比较少了，可听性比较高，可以玩的东西可以多一点，有趣。
要不然就写儿歌好了，啥都不要了。有没有问题？看这边九下有没有问题的？从这个角度去看，看看编曲，编曲，我们欣赏也好，分析也好，看看人家怎么玩，你是不是在玩？嗯，我在玩音乐，我学的音乐，我叫玩音乐。那我学了干嘛？我学了这么多东西，我就想玩，把它玩进去了。老师，我想问，很多音乐都是从头到尾速度差不多都是一样的，就是除非节奏变了会慢。我问你好不好玩？啊，好不好玩？我听见以前听音乐一首歌，它太多了。我问你好不好？这样变了，所以我不玩这个。我在流行音乐界应该是太多的徒子徒孙都太多了，我不想跟他们走一条路。他们编曲我不编曲，他们卖钱赚大钱我没有，我所有的编曲都没赚一毛钱，我就是玩音乐。那有人说那你干嘛？为什么要玩音乐不赚钱呢？那我问他，你爬山有没有钱的？为什么爬山？爬山还会死掉，是不是登山会死掉？有人一辈子想登山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旅行？旅行要花钱呢？那是享受 enjoy， 享受登山，享受旅行。我是享受编曲，不像你们靠编曲卖钱赚钱干活。但是我常常跟学生讲，你怎么好意思去赚人家的钱啊？你怎么好意思？嗯，好了，不讲那些废话，来看这个没问题，还来一个，没问题，看下面。A 三编两首高山青 ，A 三玩音乐就是玩，我学个音乐我叫玩音乐，你学它玩啥？没学过的没学过无从玩起，不会玩。你学会就要练习玩，我就把学的东西玩。这两首曲子都是1975年，你们这里面有1975年以前生的吗？1975年，有。你是老大哥，你也有气味，好吧？我你那啥穿开裆裤啊？1975年写的，我最后从美国回来之后，1975年，我回来写的第一首曲就是，1975年，学的东西放进去好玩，然后就演唱过一次，没有拿到一毛钱，也没人给我钱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玩，今天让你们跟你们。分享一下 ，OK， 我们来看第一首这个演唱曲，这个你纸上没有看，那只好看这个了啊。我指导人就看到了，这是六重唱，六股，合唱很多，四部合唱太多了啊。六部合唱你们听过吗？好像没有什么。我这个六部合唱是加上节奏组。钢琴鼓贝斯给他10个人，但是每一部可能不是一个，可能两个三个，有时候三个。但这个演唱会，这个歌是1975里面的，但我们现在听这个是在1980的音乐会上发表的。只唱过这一次，以后也没唱了。女高音3个，然后女中音2个，女低音2个，然后男高音2个，男低音。男中音两个，男低音3个，最上面最下面三个，然后都两个，所以2个算14个人，再加上四大件钢琴鼓贝斯吉他，所以14加18个人。好了，你可以批评我这个编曲手法不好，哪里不好？不要听这个演唱演奏的，这个录音带是已经很久了，30几年，那时候是卡带的时候。我放在下面放了几十年，我都快烂掉了。有些东西已经听不清楚。哎，我去年还可以，然后我请他们帮我转成这个什么 CD 保存下来，这是历史资料，历史资料。我想中国最早的编曲就是这个，1975年，我刚从美国回来，第一首编曲。所以这个都应该进博物馆的。好了，这是白的。读出来了，现在放吗？放吗？好了，开始吧，明白没？欣赏编曲，欣赏这个。
烫嘛。嗯。跟着我筷子好吧，我这一个筷子不够，两个筷子接起来了。机器东西不听人指挥的，那最好就乐队。哎，对，刚刚才有个人建议，我们下次再做这个什么交流的时候，带个乐队来，只要他们同意，只要一些同意，带个乐队，八人左右，爵士 combo， 嗯，这里面好几个就是我们爵士 combo 的好手，他们带来，那个就没问题了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哎，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听哪边讲，听哪边，这个很麻烦，这个到时候机器不听人指挥。好了，你这广告还有。Thank you.
行。1975年，就是结果也是烂作。1975年，你别觉得这黑山在玩音乐了，没有卖钱，这钱卖不到，老板就不知道了。但是我觉得很过瘾的，我在台上指挥也很过瘾的，啊，演唱这种音乐，我就觉得在享受 ，enjoy。您那个编曲不会享受，您但你赚的钞票。我看看你的编曲赚了很多钱，你这个也叫编曲啊？怎么好意思赚人家钱？好了，我们下面听第二首，第二首，你这觉得金花筒跑这儿了，你应该在前面听。第二首演奏曲还是高兰经演奏写的，也是1975年写的，比这个早一点，比那个唱的再早一点。这两首都是1975年、1976年，反正那个都写的，没有卖钱，没有赚钱。
边的低沉演奏的，后来编那个唱的，都是在七五七五年，怎么会还有声音啊？那时候中国的音乐恐怕很可怕，那时候刚刚文革后那个时候，大家还在穿着工人装的时代的，很有趣啊。你可以说不好听，那我没办法，但是很有趣，很有变化。我讲我学的东西尽量都进去，不管讲在九大项我都放进去了。这是翟老师编曲的观念，我学的这个东西，我就玩这个东西。